咖啡要这儿。上海啊，其实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多的咖啡馆的城市了，没有之一啊。作为一个咖啡的大都市啊，我一直想做一个这个系列的主题，就是说我在上海能不能找到10块钱以下的咖啡店。我觉得今天这个主题其实有点像类似挑战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了，因为大家也都知道，在上海你吃一个早饭的话差不多也要10几块钱了，所以说我不知道这10块钱的这个咖啡那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，所以说10块钱以下的咖啡挑战开始。这边的这个是就是美式19.9是吧？你要喝什么？我今天的预算不多，就只有10块钱。可以请你啊，请我不好意思。我就点一个这个美式了，好不好？自带杯，再点5块钱。自带了杯子。然后我看这个浓缩10块，对吧？美式里面是15，为什么这个是15，这边是这个9.9呢？搞活动呀。然后这个菜单上还有一些别的。收钱吧，到账9.9元。自带杯不是减5块吗？那个已经是活动了，已经结束了哈。尤其在穷乡的感觉，这个咖啡老手啊。我要一杯呀。Espresso， 你怎么来了？我要一杯 Espresso， 然后我带了矿泉水。再做成美式啊？对对对，我在 Espresso 加了矿泉水里面。开玩笑，没超标。收钱吧，到账9.9元。9.9，酒香的这个是哈，有的要有鼻子闻的，自己喝的。这大哥喝咖啡讲究的，要喝就是夏天也喝热的，然后有香气。其实能开在 Manor 旁边，其实要需要有一定的勇气的，因为 Manor 真的在上海大本营。真的是非常非常强势的。哎，你们这个豆子挺好喝的呀，就是挺顺的。这是什么豆子啊？哥伦比亚曼特尼，水洗加巴西。你这是冰美式还是冰浓缩？其实它是一杯 espresso， 然后加上冰块了。今天就只有10块钱，然后那个上个月工资全部用光了。不会白嫖不行啊？哦，就是它的酸甜感还是蛮丰富的。你为什么要加水啊？哎，这样子就可以。Espresso 又可以喝，然后美式又可以喝。你这是个小机灵鬼啊！你又教会大家了。如果大家想点美式，哎，你去店里边点个浓缩，再给店员要点水，就变成了美式，省5块钱，是不是？也是，但是不太好嘛。大家还是不要这么做好了。9.9，然后呢，自带杯再减5块。虽然说现在活动已经结束了，但是它这个营销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非常好，对吧？就是今天我们拍的主题是10块钱以内的咖啡，所以说就是没点贵的，下次再来点贵的，好吧？这次加点预算，特别超预算了。好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好，谢谢。我们看一下隔壁，可以。再来隔壁再看一下啊。好，这个你们真的是。带杯子减5块，那带杯子减5块的话，那我可以点拿铁了。对啊，那你就是 espresso 只有5块钱。哦，你帮我改成拿铁呗，好吧？可以啊。因为我不知道，如果要是知道的话，就我点拿铁了。没有这么有名。两个5块，是10块钱啊，没超标啊，没超标。哇，厉害！哇，好多泡泡！哇，谢谢。5块7。哇塞！我看他菜单上边的只有浓缩是10块钱嘛，所以说我就点那个浓缩，然后结果呢，这个小姐就收了我5块钱，我不知道我带了个杯子还能减5块钱，所以说我就又这个把这个浓缩换成了这个拿铁，味道如何？哇，很香哎！哎，我觉得这个比你做的好喝。但是我们咖啡不是，他是咖啡师啊，我是自由职业。我信你个鬼！正儿八经的说，这个味道他做的怎么样嘛？它今天这个豆子的那个香气，就我喝起来就特别特别的香，就完全没有缺点。你说的小姐姐心里面开心。这里面的话有比较浓郁的榛果、坚果风味和巧克力可可风味会比较浓。哦，对，可可的味道，就像我吃那个巧克力。帮我算一下，然后等一下我就走了，谢谢啊。碧的现在在偷偷的加人家微信。刚才我们在这个 Manor， 你看我们这个10块钱点了一杯这个拿铁，然后嘞。这个毕导把人家这个小姐姐聊开心了，小姐姐又送了一杯咖啡，会让你记住，然后我下次就会想着过来。哎呀，是的，你看我们两个人点了一杯，花了10块钱，人家一点不嫌弃的。所以说，真的，现在做咖啡师的确是需要
非常非常好的亲和力才行。上午喝多了是吧？对。然后这个吃饱继续，下午继续好吧？嗯。这个南京西路的这边有一家店，然后呢之前在这边喝过，但是现在已经关门了。他们的咖啡其实也蛮便宜的，你看啊， Espresso 它是卖12块钱，然后拿铁是卖20和22，然后下边的话你看它的美式是卖15和18。它这个路段可能因为最近一直在装修，所以说再加上人流也不多，或者是房租也贵，所以说就关掉了。你有没有觉得，你看像就是我们去的那个第一家定价，你看他写的就是这个什么9.9，然后你自己带杯子再减5块钱，是吧？但是你去如果真正看的话，其实大部分人去他点的还不是美食，他点的还是他们的别的咖啡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就是卖的还是贵一些的那种。对，哎，先把你目光吸引过来，结果哎，你去了之后，你想点别的，是不是？看到别的好看的，反正也就加个几块，加个5块钱。15块钱、20块钱的，哎，你如果要是点这个美食的话，你如果要所有人都去点的话，它肯定是亏钱的嘛，是不是啊？是的，而且它这个地方是属于旅游景点嘛，是在外滩附近嘛，哎，对对，是的，外地来的一些过来玩的呀，然后他会搜一下附近的咖啡店，是的。哇，你这个旁边这个包看起来挺好看的呀，这个包啊，对啊，这是啥？刘小咖的包嘛，哇，这是刘小咖的周边来了哈，是的。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嗯，它有什么功能啊？出去很方便啊，然后你里边都装了什么呀？今天没带什么，平时如果装得多的话，一个笔记本，然后相机也可以放里面，然后充电宝啊，反正日常带的东西都可以装嘛，因为它毕竟比较大，它是反正15寸的电脑都可以，方便。好的，可以买得到的啊，别搞买不到啊，直接上链接，上链接，真诚你说报刘小咖有优惠，哦，报刘小咖，报必的。刚才走到了这个 OPS， 看到排了这么多的人，可惜今天预算不够啊，就是只能喝10块钱的咖啡，所以说今天也喝不了了，等着下一次好不好？下一次我们这个把预算提高一点，然后再过来喝好不好？你想喝也喝不到啊，你看这么多人，走吧。到了这个罗森的 L 咖啡，我看啊，没超预算啊，10块。好，谢谢。他们这种便利店咖啡，你看它都是会先从冷藏柜里边先拿出来一杯冰的，它直接把这个冰放到这个咖啡机旁边接浓缩，然后化掉就 OK 了。所以说他们这个出品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快，1分钟就出来了。尝一下味道，烟熏感蛮重的。它这一杯冰里边啊，它可能在冰柜里边放的时间太久了，它下边你看它一层这个还是一个冰块，这个冰块它是没化开的。嗯。啊，罗森的这杯真的，我觉得虽然说它是厚重的，但它烟熏感太重了，我感觉我喝不完了，因为真的是就是喝了一口了之后，你的喉咙里边感觉很渴的这样的一种感觉，所以说，这种烟熏感我不是特别喜欢，涩涩的想喝水，所以说这个我可能喝不完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没超标，10块钱。10块钱，好吧，尝一下这个味道吧。我靠，它这个喝出来就很舒爽，没有一点焦味，真的，它的跟这个罗森的这个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。虽然说他们的制作方法都是一样的，都是拿了2杯冰块出来，然后直接接浓缩出来的，但是它这个没有一点这种焦苦感，喝起来就很顺，蛮舒服的一款，也是10块钱一杯。路过了这个 Metal Hands， 不过今天这个。预算不够啊，所以说今天就不喝了。在这边路过了一家这个咖啡店，也不知道他的咖啡卖多少钱。美式15，意式12，拿铁是18。哎呀，那算了，也超预算了，超预算了，走吧，let's go吧，还是蛮便宜的。手机膜破了，过来贴个膜。这两个150，好吧。那这个呢？哎，就这不就这不行，就这两个呗。这个给我来，照顾一下。干不了，真干不了。照顾一下，照顾一下。这干不了，不好意思。可以。这个小哥。然后呢，帮我贴的这两个膜啊，
这是钢化膜是吧？钢化玻璃。钢化玻璃膜。哎呀，刚才贴了两个膜是吧？一个手机的，一个 iPad 了。然后他这个小哥一直在跟我推贵的，然后呢，最后我就选了个便宜的。他本来要收150，然后我一直砍到本来说100块钱，他不愿意，这最后110。你们觉得贵不贵？毕导，你觉得贵不贵？他是要赚他的手工费嘛？啊，如果就是你只是看他那个膜的成本的话，那肯定不值得。啊，对，那就。那个膜估计也就一二十块钱的膜啊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可能几十块钱的膜啊，也有可能是吧，可能两个膜就10块钱。但是你想吧，人家这个他开了个店儿，他这个人工啊房租啊，在这个是田子坊这个地方啊，他这个房租一天至少好几百。哎，反正这个做生意嘛总得赚钱，这个贴膜嘛110，你们觉得亏不亏？亏不亏嘛？这边它竟然有这个咖啡自助3块起啊，意式浓缩是3块钱，拿铁中杯6杯，大杯是8块，6块和8块，直接点美式吧，因为都是喝的美式嘛，就中杯冰的吧。他家的还是今天的最便宜的。那他这个怎么没有冰块呢？我这个拿错杯子了 ，sorry。没有，然后再把它倒进去就好了。那我这个是浪费了一个杯子啊。对啊。不好意思啊，观众老爷们，我拿错杯子了。我应该拿这个杯子的，结果我拿了个这个杯子。对，那我现在只能这样了。第一次操作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实在不好意思。它这个下边，这个有一点这个冰块，冻的时间太久了，对吧？对。准备好的话，它可能里面有点化了，温度不够。它这个豆子烘的太深了，然后喝起来有点焦焦的，它有焦苦感。全家便利店的相对于这几个来说啊，都要好得多。不过它这个价格便宜一些，它这个6块钱一杯。喝到最后一家的时候，真的是太饿了，太饿了，所以说就跑到旁边来点个这个面包吃。上海虽然说整体消费很贵，但是咖啡相对于别的城市啊，它还是便宜的。那今天喝的10块钱以内的咖啡啊，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，就是说他们很便捷、很快。不管是咖啡店品牌 Manner 还是全家便利店，他们都用自己的这种低毛利、高销量来降低自己的成本，满足对咖啡因有需求的一些用户。那当然也只有这种连锁店它才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供求关系，从供应链上面来降低自己的成本。做到10块钱以下的价格，其实单店或者是2-3线城市的咖啡店啊，其实不太可能实现的，因为他们实现不了一个良好的供求关系。但是像在上海，随着这种供求关系越来越稳定，以及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，我相信啊，像国内的这些咖啡的价格会适当的降低。这期视频真的不容易啊，我们真的是今天喝了好多，然后在路上的时候也都去了好几趟厕所。然后咖啡要汁，我们下期见。就是喝水啊、okay. 咖啡喝多了，喝水了。